介绍商家，可能是给大家一条路，比较高一点，自助自助。那个一切当然比较低迷，但这样的话就是包括美洲和欧洲的市场，就是钢材的市场，这个价格却在不断拉升。比如说俄罗斯的那个钢材价格，现在是已经超过1000美金。就是按常理来说呢，房市低迷情况下，这种自由性，包括钢材这一块，应该说是它这个拉升的趋势就不应该是这么快。所以说这两个现象是你是怎么看待？现在当然了，对于相比石头来讲的话，我呢其实还是这样，在金融市场上所有的公司呢，我就看到它的行为，就是变化规律呢，我一直搞不懂。但是呢，其实呢，你要我去讲这个预测什么公司呢？这个第一呢是很危险的，就是一般不做这个事情。至于这个，但是我给大家今天这样的题目呢，我就有点担心。我也跟你去看看。那这个公司呢，就是关于这个地产啊、钢材这些，是不是不是我的这个长项，会在这个不是我的原因。但是有一点呢，我想一想啊，因为美国的这个房屋低迷，它的建筑并不像中国这样，对吧？这个大量修建，很多东西都是比较成熟。这个钢材的价格的变化，我想。肯定是中国或者是印度这些，还有越南啊，说不定朝鲜啊，这很多地方，这个那买家量应该是可能也另外，可能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发展中国家，包括刚起步的国家呀，他们有很大需求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就是讲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讲金融产品，已经有大量的资金别地方找需求，所以说这也就是炒。一个点，因为刚才嘛，大家都是也是个东西嘛，就是看见就找，反正毕竟还得找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找上去。这是我来做一个投，这个在市场上交易这个你的这个观点一下。那你的话就可能是作为一个搞这个期货研究的研究，这个回答的这个方式不一样。其实呢，也就是我的一个目标，就是我们现在。
某年估值。第一就是外汇的这个美元的大部分贬值，是我们的这个财富大量的输出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国内这些啊，第一呢，这个社会环境啊，我也是经验，就是没有造就做大买卖的人，就是像这种外汇储备10000多亿的时候，2000多亿，去年成立了中投公司，对吧？去年我中投公司董事长啊，他邀请我捐钱到他的办公室。啊，我们谈了1.6次，我就跟他谈完以后，我就写了8000字的proposal。这个呢，就是说呢，我的思想理念，我的技术，就是干这种事情，就是干大。我是属于宏观操作，啊，宏观思维，大战场，啊，我们不搞小的。因为中国这个股市吧，在美国的话呢，整个中国股市加起来没有美国的股市像微软那么大，对吧？所以的话，中国呢，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，资本市场确实很小，对吧？很不成熟，也没人真正搞明白股市是怎么回事情。啊，你倒也不知道是该调控还是不该控，一切都是顺其自然。也搞清楚，所以的话呢，其实呢，这2000亿呢，其实啊，他们找到美国那些大的银行啊投资银行，其实呢，还有那个私募基金，效果非常不好，啊，当然了，另外一个因素呢，就是我讲了，2000亿里面呢，他们一年以后，我去年跟他谈了，今年还有，其实他们能拉出来投的100亿都不到，他们不敢，很多人都不会。其实这件事情，大多数的情况下，在国内这个条件下，其实上是没人敢动这个钱的。尽管这个现在中投公司有很多美国的银行去，但是你想想，我们能够把这么大一笔资金交给外国人吗？假如我们说美国这个赤字贷款使这银行重创，如果是我，当然你要说在外面有这是一个机会，但是其实我们把美国的银行发展了，最后搞半天银行倒了呀，还打了我自己。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的目标方向这个位置，其实很多事都没有搞明白。所以现在的这个你想说没有呀？天天用的，就是用到国家建设，国家是人民生活之中，这个肯定没得错。如果你投资到海外，这个是吧，就很难了。更难的在哪里？你如果作为一个假如说国务院啊，你把这个钱要用在你生活的上面，你不能有错，因为这个都是大家权益。但是你投资就不一样。你不赚钱就是赔，对吧？而没有几个人站在我这个位置上有这样一个，所以现在其实我的目标呢，就是不是一个谈，其实是一个办事处，也就是也是做一个简单的工作了。现在就是说能够搞大股权，最关键的就是说把现有的资源充分的利用，让人民生活。将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能够啊大幅度的提高，更关键事情就能够抵御外来的啊，抵御就是说金融上不是打架了，就是大家理解。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，就是能够为国家为大家啊做点贡献，用自己的啊一点点技术。Thank you.
操作者，就是说在股市上面他们有很多高手，所以你要做了一只股票啊，在 A 股上他有时候有很可能并不厉害，但是一般情况下很少，就是说在操作上呢，就是说投资中国股市里面这十多年来有厉害，你像我有个客户，那十多年来就是啊赚了多钱啊，从有中国股市就有他在市场上，并且呢他是在这种1%不倒这种啊，就是我们就大家就是讲开始讲信用啊，今天我们顺便给大家开个玩笑，就是养老就是我们养老啊，那200万今天在北京，其实呢他是一个散户，因为呢我的客户呢就200万赚的钱都是他是在中国股市里面成功的，但是呢他看了我的书以后，也看了我的操作以后，把他的很多这个资金都投到别人我这里。其实呢，因为我们在海外就发达的市场的经验是非常没办法，就是国内经济没办法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，你刚才讲国家的宏观调控，其实呢，我讲的不好听一点，这个呢，其实他们。其实不大的是外行干预市场，如果内行干预市场是非常有效的。假如说我基于中国的市场，如果我在内行的话，我就希望能够把市场引向比较健康啊完善的一个过程。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，我们也碰到了很多都是专业的啊，国际外他们在，你要知道一个社会啊。这个市场能够有能力，啊，在市场上，在市场上驾驭市场的人非常少，能够在社会上有号召力、组织能力，对吧？这个执行能力的人非常少，因为我们国内呢，其实是一种啊官僚的。就是当官的人，你也不知道他对，我们不能说他是错的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呢，他不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这个力量。我们在海外呢，有一点非常可贵可观，我们不需要任何啊关系，我们也不需要任何啊依赖的事情，我们就依赖市场，依赖社会，就能够做大事情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对吧？所以我们主播在这个地方，大家能坚持我们在海外，为了帮助祖国的这个啊奥运，祖国的统一，我们在就是做了一件非常激励之举啊，我们把海外华人上万的啊送到加拿大的国会上的政治中心，红旗飘扬，然后呢让西方媒体释放。因为他说以前的时候只是藏族、华人工啊，还有以前也有台独，他们抗议游行，我们一集会以后，他们没办法抵抗啊，所以这个正面震撼效果是非常，并且每个人都非常的激动，我们感觉到。就是海外华人从上到下啊，从大使到总领事到社团领袖到每一个海外华人，这次活动让他们很开心、很骄傲、很扬名突起。谢谢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我，如果我在金融市场，就在这些中国这个市场上，如果我不来的话，其实。我也有这个能力，这就是号召组织管理引到，就是一般人是找不到，这就很特殊的一点，它需要是思想和理念。我这个人做事情需要想得多，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很多文章，到海外的文章，特别留在中国吧，它很多地方都就是。
现，其实呢，这些网站对国人是很有用的，但是我就搞不清楚，为什么他们就把它封了？因为我们海外华人在海外非常爱国，第二有一赤子之心，第三呢，他们其实很想帮助中国，他就是说啊，文化也好，语言也好，武力也好，什么方面什么人都有，但是并不影响，对吧？其实呢，这些都是特别是国内要跟国外接触的话，首先要进行同胞的声音很重要，因为他们在海外知道先进的社会是什么样，怎么样帮助国家。其实呢，很多都是我们国家在这个环境下。